10万，你怎么这次这么安分？2万，你要下来吗？看8万，一动不敢动。10万，你在我床这里站干嘛？是不是2万又不理你？果不其然，这就是10万每天要干的功夫。大家数一数，10万到底说了多少个"我爱你"？10万现在是真正的男子汉，很久没有分享他们的勇。2万以前只能说2个"我爱你"就没力气，现在我都不知道他能说多少个。大家数一数，他到底说了多少个？我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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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你。10万好了，我爱你，你到底要说多少个？我爱你。2万，我到底不知道怎么了。一开始2个非常的亲密，我爱你。现在10万无论怎么求，我爱你，无动于衷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10万忍耐不住了，我爱你。10万，你很讨厌的。我爱你。你是唐山人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又追到这里来。这就是10万每天的工作，每天求2万，怎么求也没有用。从客厅求到卫生间，从卫生间求到阳台，又忍不住了。10万太聪明，我说他，他会用翅膀来打我。10万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不要理你，太欺负人。10万啊，你是台湾的斑鸠。